这么大小，半好，半熟。我看这边，这边。哎，我们那边啊，请听我的指令。哎，飞鱼在哪里？飞鱼在这边这一块。看起来好干。那我就不理你们了，我要去做我的事了。好，做飞鱼汤吧，做飞鱼汤。那有一道那个洛神花腌萝卜，那个今天用不到，今天用不到吗？对，好，那今天就是听你的。对啊。哦，然后它就会裂开，然后姜呢？姜，你要不要削？对，帮我呀。你家可以帮我切洋葱吗？好啊。洋葱要怎么切比较好？哦 ，OK， 然后就把它切成，然后小块小块。我再小块一点，好，你就慢慢来。OK。啊，鸡丁啊？什么？没有，我弄东西弄到忘记。Oh my， 我的吉利丁。就拿个东西。这一锅，不好意思，我把它弄乱七八糟了。什么啊！我觉得算了，用这个好了，这也太薄了。哦，太厚了，你真太厚了，再切一半。这可以偷吃吧，我好饿。好，准备香味要来喽。哦，哦，今天那个绞肉呢，猪绞肉哦，在前面。吃那种 meatball 好不好？那种肉 meatball 可以啊， meatball 行啊。你再帮我撒一匙盐吧。OK。这么大小，半好，半熟。我看这边，这边。哎，我们那边啊。半熟，OK。好。请听我的指令。O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雪芙。民宿开门喽！想知道我们做什么独家甜点吗？记得要订阅我们的光开门就很忙的 YouTube 频道，还要开启小铃铛，甜点控们千万不要错过喽！